请问你上厕所是用左手还是用右手？当然是用纸了，小儿科。那请问猪的孩子是什么？小猪。狗的孩子呢？小狗呗。猫的孩子呢？当然是小猫啊。那青蛙的孩子叫什么？叫蝌蚪。厉害啊，你忽悠不了我的，再来呗。那你听好啦，你先读三遍月亮，月亮月亮月亮，再读三遍月饼，月饼月饼月饼。请问后羿射的什么？月亮。射什么？月饼。啊，不是，就是月亮啊。嗨，我是上帝，是真的不是仿。我让你给周总准备碗子，你给周总拿碗。你让周总怎么吃？我说我要喝珍珠奶茶，你是不是还得给我洗？这是珍珠啊？嗯，有没有点常识啊？啊，这才是珍珠。八姐，八姐，深藏不花。哦！哎呦我的妈！周总不会用风扇，你要是能把他教会了，给你加奖金。嗯。哎，周总，周总，用劲，用劲。走。哎。怎么还不行？周总，你要把这个插到这里。哦。哦，有道理。凉快了。这什么鱼米智能风扇啊，它还可以语音操控。不是啊，它有9个扇叶，吹出来的风非常柔和。我是说这风扇它没接上电，它是怎么动？嗨主人，你可以对我说鱼米风扇。你们吃苹果怎么还削皮呀？难道不知道苹果皮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吗？我吃水果都是带皮吃。嗯，哦，一起吃吧。哎呦我的妈！救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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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果皮的味道啊，好，维 C 含量比果肉都还高。但是呢，领导，你稍等一下哈，这个很快就排好的。八姐，八姐，心肠如花。周总要吃火龙果，你拿橙子干什么？这就是火龙果啊！这哪里是火龙果？那我想吃西瓜，你是不是还得给我先？我不要橙子，你不要火龙果，我要的是瓜冬瓜蜜瓜，不爱我你是傻瓜。小一、小丽、瑜伽、星星、便便、女王，用英语怎么说 ？Yoga Nuna Pupa Cleaner。哦，咪咪小薇，膝盖、天鹅、耻辱、一年，用英语怎么说 ？Miss Wang Chen One Year。小猪，小猪，佩奇，乔治。周总，你试下这个智能手表吧。前两天德物买的刚到，那上面数码产品可多了，最近开水晶活动也划算，以后有需要都可以去看看。Hey Siri， 一擦尿附带乐队他的书珠宝五月晒黑涂料清除时太阳命运用英语怎么说 ？One pair ban her boob chua， 每天都在天上飞。还会说唱啊？不啊，根本拉不住，天赋加努力造就我的苦。哎，这有串葡萄，把它搞下来，有没有工具？什么呀？
手。周总的口罩弄飞了，你不给他搞一个，扣你工资。八姐，八姐，心疼。周总堂堂上市公司老板，这也太不霸气了。啊，你让周总怎么吃饭呢？质地呢是软软的，闻起来很臭，但吃起来很香。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差点吐了，但是之后发现越品越有滋味。原来你们也都吃过。我第一次吃的时候觉得有点咸。咸？你的是臭豆腐吧？你们的是什么？榴莲呢？炸。啊，你的是什么？让我看看你的，让我看看你的。职场谍中谍，最近出了个商业间谍，你拿我的加密盘把资料拷贝好。好的。妈，你怎么知道我加密盘在哪里的？你这里不是贴着吗？那你拷吧。你怎么知道我的密码的？你电脑是我帮你装的，初始密码60。你把周总的往来资料拷贝一下吧。拷好了。等一下，你怎么知道周总资料在哪儿的？你不是放桌面上吗？好了，没事了，你出去吧。资料都已经拷贝好了。哇，周总你怎么了？这按摩椅好爽，按完整个人都软了。太夸张了吧，哪有这么真的好舒服啊。你们怎么了？酥酥麻麻，像有电流穿过肌肉一样。哇，这感觉太爽了。太夸张了吧，来。感觉像个中医师在推着我的腰。大了点，我大了点。你怎么了？周总，这个实心腰部按摩椅好舒服，好爽啊！太夸张了，一台机子有两种的按摩体验，既有酥酥麻麻的脉冲按摩，也有强劲有力的物理按摩。领导，你要不也试试？就是有两个按摩师同时帮我按摩，太爽了。